红绿色的双线，有时候很美，有时候伴随着空想滋味啊，把热点变成碎片，被做空的感觉，被套牢的时间，随时将来临的天和地线啊，前仆后继，络绎不绝。我们算过的，现在能算什么？算多了，算少了，如果复制一句，还剩什么？算早的，算晚的，我一的筹码上还有没有手心的温热？如果算，计上心来，谁搬了盘了，谁赔了赚了，总归有解，不会差太远。算，总会不乱，看似当然的对错，是犯的别太纠结，只是分前程去迎接。万事如意，何须机关都算尽也。三心不如把自己看清一点，再不会是数字的傀儡，再不会就此脱鞋。如果算，手到擒来，谁犯了判了，谁赔了赚了，总会有变，不变应万变。算，总会不乱，看似简单的收获是难的，别太松懈，就十分认真去迎接。万事如意，何须千金都散尽也。寒酸心，不如把自己看清一点。万事如意，何须机关都散尽也。寒酸心，不如把自己看清一点。猜不对，这红绿的双线。我猜不会，就此终结。